完之后的东西会在哪里呢？填完东西全部都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就是哈，我用 Google 的那个，不知道各位没用过啦， Google 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云端硬碟里面啊，云端硬碟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表单功能，这个表单功能做完之后就是你们刚刚看的东西。那你们填完的东西在哪里呢？实际上哈，他就会放在那个云端的那个这个查看回应嘛，总共28位同学，所以哈，其实大家效率都还蛮高的。查看回应里面哈，他就会帮我把它放在我的